大家上为了拼选举真的都很卖力，新北市第四选区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陈茂佳被征召参选过后都被外界认为是跳火坑，而今天下午他真的用跳火圈的方式表达参选决心。陈茂佳他选在母校新庄新泰国中对面的公园跳火圈，很多民众赶快围观，那么连辖区员警也到场关心。国民党原本是希望在这个选区是由新北市的议员黄玲玲玲参选，但遭到拒绝，因此改为征召曾经担任前立委蔡家福的办公室主任和旺建设董座陈茂佳出马，因此外界呢总认为他是为了国民党跳火坑投入立委选战。